楼层推理谜题，如果萧敬腾加杨九郎等于53，那么孟加加敖子怡等于，不可能是年龄嘛，对吧？杨九郎比我还大，我36，杨九郎45吧。哎，就这么巧吗？对啊，来，如果萧敬腾加杨九郎等于53，对，我说年纪不可能，因为我36，你40多嘛，我42嘛，你42嘛，我以为46，谁46？能到到，哎，肯定是往这里。今儿怎么穿的跟领奖似的？今天要对啊，就是，哇塞，帅到爆！敖子怡好帅呀，敖子怡好帅呀，敖子怡好帅呀！哎，飘了飘了。为什么你们俩加起来是53啊？不知道啊。主要是你能跟九郎加在一块儿是为什么呢？对呀。生日是几月几号？啊，生日17。我30，47也不对啊。笔画，你数数你们俩笔画加起来是不是？啊，哎，38、39、40、41，我觉得有点像。我觉得是笔画。啊，我应该是24画，我笔画没错。5、6、7、8。哎，快点，有嘉宾了，嘉宾在这儿，嘉宾就在这儿。哎，不用站了，不用站了，在里面，嘉宾在这儿。24。那我们俩加起来，16+20=30，40，40，40，40楼。那走吧，我们去40楼。你今天短袖，你确定不会冷吗？别吧，天冷了我就把这个袖子摘下来给你。哇，到底是两件，假两件。哎，怎么到了？可以摘下来。就到了吗？转个场。所以真的是笔画。对，真的是笔画。没有按40。昨天我坐四川航空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四川航空的那个飞机餐，我就很期待，我就没故意没吃东西，我就在飞机上等着要吃。结果上了飞机，那个空姐跟我说，今天准备的是新疆大盘鸡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好好，我还蛮熟悉那个味道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虽然说我们今天还没开始吃，对吧？但是可以聊一下印象当中的成都的这个潮流美食，比如说一些融合菜啊，跟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美食融合在一起。嗯，西瓜炒牛柳，什么玩意儿？尝一下。红油辣椒冰淇淋有没有吃过？红油冰淇淋？对，就是辣的。然后还有那个火锅里面好像涮西瓜，这西瓜招谁了？这西瓜还有小龙虾月饼，啊，还有那个臭豆腐饺子，什么玩意儿？把臭豆腐包到饺子里？臭豆腐饺子，然后还有肥肠饺子，肥肠饺子是生着包是吗？生肠。你有啥印象吗？潮流美食。对于潮人来说，吃什么都是潮流。肥肠饺子是生。我们潮，我们吃的东西就是潮。对，这天气是蛮潮的。我看起来挺好吃的。好吃哦，这个。哇，那奶油的，我可以再来一个加很多奶油的吗？啊，对，这个我可以吃8个。我们小时候就是每天放学门口必吃，吃完它之后回家接着吃正餐也不影响，还要再配一份那个红糖糍粑。今天早上玩的这个飞机，大家玩的玩的不开心啊？你不开心吗？不开心，因为我进口的这个飞机，我出口给九郎哥的这个飞机啊，主要还是失策。我哥，你主要是我太注重这，你的飞机很厉害，但跟性能，你的难度太高了，你还要配那个比重的嘛？哎呀，我们哪知道这个呀，就会坐那个方头飞机，我哥。对呀。那你们三个人谁观察力比较好？因为我们下一关可能是一个对观察力的考验。
你知道吗？我是一个找东西是超级差。比如说小时候我爸妈叫我去柜子拿一个什么东西，我就翻开柜子看半天，然后我就真的没看到。对，我真的找不到。然后我妈自己来找，一眼就看到。我就经常干这种事，我就是这一种。哇，我真的超不会找东西的。先交钱是吗？对，来吧，交完50。好，交完50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来，你们俩先拖延一会儿，我先。他们俩先打完，我才能进去。不是，主要是我真的是我已经眼盲了。开动啊！胡萝卜。好，我找到了。先去验，先去验证。哎，老师傅。什么？非凡，李先生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胡萝卜，是吗？对。这是什么？哦啊！啊！哎，哦，哎，这个人是吗？这个人一直在走来走去，他是谁啊？他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不算吗？他当然不算，他一直在走来走去。哎呀呀！哎，好，恭喜萧敬腾获得了本次挑战胜利。谢谢，获得了150痛快值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用餐吧。吃饭要紧。开饭了，朋友们。哇，这是我们店的招牌黑巧克力咖喱牛肉饭。哇哦，黑巧克力咖喱牛肉饭。这道菜是这样。我们是用和牛的肉末，然后咖喱，还有黑巧克力，先煮了这个汁儿，对，旁边的咖喱的这个汁。所以说它里面已经有黑巧克力的这个风味在里面了。然后为了让它巧克力的味道再加重一点，所以会再磨一下。一般不会磨特别多，因为它是一个100%的纯黑巧，会有点苦和酸。OK。哇塞，可以吃吗？来，手机先吃。这是一道酸辣海鲜贡菜。贡菜是我们四川火锅里面比较有特色，最经典的。对。然后我们是用的一个泰式的酸辣的汁，配上一个海鲜的鲜甜，加上贡菜的脆爽，出来的这个菜。酸辣脆爽，我受不了了。这是巧克力排骨吗？对，我们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川式的糖醋排骨。糖醋排骨。对，但是我们加了一些70%的黑巧嘛，它会多一个苦的味道。哎，很香哎。麻婆豆腐青花鱼。这是二荆条牛排。对。哎，那个辣椒可以单吃吗？可以啊，太棒了。但是可能会有些辣。不会。啊，我对这个川味牛排非常感兴趣。我可以投辣椒吃吗？马二哥，证明一下自己。不是，我就喜欢吃辣椒。我看一下辣不辣。哇，辣不辣？完全没有辣，完全没有辣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也来一块儿。是不是完全没有辣？真的不辣。后劲好像有点辣，太辣了，胃都辣着了，突然觉得。但前段确实不辣。对啊，所以你就一口气吃到，它从这一段开始是辣的，很奇怪这个辣椒。那是金条，有点意思，有点东西。它是有点像青椒的味道，主要是一个烤烧之后是一个胡辣味去配。每一道菜都是想不到的，真的搭配是。因为其实我挺排斥这种。什么中西合璧呀、啊？但是今天还吃了一次，我觉得挺好。不是，你看刚刚不是打视频吗？嘉哥那边其实看起来好像比较像是传统的成都美食。但其实这个才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成都美食。对，混搭嘛。混搭 fusion。主要是在这个融合菜里面吧，就像来到这个城市一样，能有感受到不一样的活力。
有这种美食的这种态度，这种重视程度，才会有这样的融合吗？我们俩我给、跟老板商量商量，打包点吧。对，咱们本来是咱组合叫什么来着？叫巧克力超甜嘛。啊，巧克力超甜，巧克力超甜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可我们是黑巧哎。哦，黑巧超甜嘛。来，我们黑巧超甜干一下。黑巧超甜，黑巧超甜，超让人家族。好，我们的第三道题目是。书中赖汤圆的馅儿是什么颜色？黑白黑。怎么跟刚刚一样啊？嗯，我觉得不。一般都是黑芝麻馅儿，就是那个黑芝麻的颜色呀，黑的。恭喜韩韵答对了！哇，我真的暴富了呀！哎，都是嘉宾，我们这些人是来干嘛？衬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行第四道题。书中提及的过年才会被端上桌的年夜饭小吃是什么？来吧，决战吧。黑白配。哎，直接是他。什么直接是他？哦，没看见，太白了。石头剪刀。他都一直张着手，你让我，因为我不会，我不知道答案。哎，怎么事儿哥？猪肉，哦，他答错了，这个人抄题都没抄对。重点是，孟山都告诉他了，猪肉，空耳大师，是不是？哎，这算他0.5分吗？可以算一半，可以退5块吧，至少退5块。最后一道题啊，天鹅酥的黑天鹅是用什么汁调的色？他有人举手了，要不你直接打好了。我自己打吗？我没有人跟我竞争吗？什么酥肉是吧？那酥肉调汁，因为我不知道答案。我们来筛选一下嘛。首先肯定不是墨鱼汁那种黑色的，是会是只是黑芝麻的。就黑芝麻，就黑芝麻。但是黑芝麻煮了之后，它也不会是纯黑色的。喂，就是黑色，就是黑色。但是你知道黑芝麻爆了壳的芯芯是什么颜色吗？它是白的。哦，白芝麻是吗？翻一下，你们知道答案就翻一下，为什么要让给我？因为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正负一定，因为都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呀。准备放音乐。哎，对不起，被我按掉了。稍等，刚我不小心按到一下。这有狼自爆了，先把它排除。跳个舞，什么东西？跳个舞，要跳个舞。对，这个歌的舞是什么？哦，一个人自在，两个人刚好，三四个朋友在周末半开怀。一个人自在，两个人。这个肯定能听到歌，这个律动就是歌一起来，它就像个跳舞的娃娃一样，就是非常的在里面。然后这一个是刚才因为有场外的关系，所以他算是肯定有歌的。这两个就是他们俩开始没有看他们情况下律动是一模一样的，真猜不出来，只有罗一舟一开始的律动不一样。来，音乐停，我们可以加耳机了。为啥是我呀姐？他们的律动都是这个拍，然后你一来就特别嗨，你一来就是这个拍。那是 double 吗？我的歌里面每一字每一句都在诉说痛快。哦，请问痛快那个怎么跳的？就是罗一舟，就是我阿姐。嗯，太明显。哎，公布答案。没有音乐的是我们的肖老师。是我们这个痛快星期五的主题曲，老肖唱的。对，我刚才就说这个歌是我写的，嘉哥一讲痛快我就知道了，就是我们的主题曲。大家请听题。好，口令一就是三只脚。三只脚，三只脚，那就是三个人在地上单腿，两个人在，你就背一个，就是三个人背一个，背一个。来，我背。哎，你背我。好。
好，我问你来。三二一。咱把这个。要抬一个。洗一洗，洗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好，现在是三只了。太简单了吧 ？OK。Easy 到不行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回合，两只手，三只脚。那两只手怎么弄啊？我这样，我这样，你们这么背，我倒立就行了。你们脚嘛，可以。他倒立，他倒立。对啊。来，上身。然后三只脚。来。来，走。哦，完成了。要三秒。你到底行不行？刚开始啊。你可以夹在那个墙上。对。哎，哇，舞蹈专业的，这一点难不着。好，恭喜各位，现在是最后一个指令了，请听好：四个手掌，两只脚。四个手掌，两只脚。有没有可能可以就是背部着地，人朝上，把腿抱起来，对，再一点，四个脚是不是？快来，对呀，四个脚四个手，你们两个俯卧撑，对啊，你俩俯卧撑，我们把抬起来不得了，一人抬起来一只脚，你抬一只脚，好，预备开始数，成功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指令就完成了。太棒了啊，这么简单。